今日6月15是警察节，总统蔡英文出席100周年警察节庆祝大会发动，在对现场表彰28个全国的模范警察，也感谢6万多个警察辛苦的付出。同时，蔡总统也提出四项肩负国家工作，希望帮警察统整下那好的工作环境。总统蔡英文在警察节一日去到警政署颁奖文全国28个模范警察，对众个警察都讲过欢喜，并希望社会大众会行卡支持，安度做警察的演员。我们希望民众给我们更大的鼓励、最支持，民众的信任、鼓励与支持，就是我们警察侦办案件、维护社会治安的最大动力。我们整个建设的绩效都是由于整个团队的努力，然后才能够彰显出来。然后也要感谢我的家人在背后支持我，让我可以好好的专心在警察工作上去努力。总统除了颁奖表扬以外，媒体支持家下提出四项进步改革，包含提升基层人员的升迁、同分员工出送的人员行卡多的天数也多。政府每份行政单位行卡多的支持，来感谢安多安辛苦的警察。我们要活化基层员警的升迁管道，辛苦破案。表现优异的基层员警应该要有更多元的升迁机会。因公受伤、因公涉讼的警察，我们要给予足够的协助和照顾。那位总统蔡英文要讲到要同安多的警察提出的总批问题，同时问过新的职务来合乎工作的需要，希望做得本全体安辛苦的警察有更好的工作环境。下个新闻，请余仔、林平勇特别报道。